有人要找医生吗？我年纪大，不适合做这种事了。到处都是生命，值得拯救的生命。打倒暗毛部族，然后把骨灰带回来。罗雅给的，罗雅会拿走。你好啊，别忘了，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再生的。你不可能藏他一辈子的。我一定要对沃金还有整个暗毛部族复仇。看着国王萨姆蒂折磨我的灵魂学了不少，轮到我让你瞧瞧新学到的巫毒把戏了。你以为消灭我的身体就能阻止我把你大卸八块？Thank you.
死去的人还是倒下了。查拉赞恩不会再出现了，沃金即使已经不在人世，依然守护着我们。很少有灵魂。我训练暗毛食人妖已经好几个世代了。加德林大师，请你把大酋长的骨灰带到阿塔达萨，如果他的灵魂受到肯定，就可以光荣的与最伟大的诸王摆在一起。祝你好运，别忘了要留个好魔晶在手上。敢不敢？祖林与我们带着森京之子沃京的骨灰来到这个圣地致意。很少有赞达拉以外的人获得此等殊荣，请你跟我一起走，跟大家分享沃京的事迹。为了打败强大的扎拉赞恩，沃京和博昂萨姆帝做了交易。博昂萨姆帝啊，帮助我们吧，帮助我们拿回自己的家园，让暗毛部族回归群岛，再次吉祥属于你的鼓声，再次饮下属于你的祭品。我以森金之子之名再次发誓。当赞达拉意图统一所有食人妖部族的时候，沃金为了人民的安全挺身对抗先知的黑暗力量。当时祖尔述说着伟大食人妖帝国的愿景，对我的父亲很有吸引力，不过你们酋长的眼光更加远大。
酋长卡尔洛斯不愿意以身作则，以荣誉领导大家，我今率领大家反抗这个好战的领导者。要做领袖不愿意做的事情真的很难。赞达拉永垂不朽，赞达拉屹立不摇。不行不行，小英雄啊，你还不能离开这里哦。信的是哪个罗雅？但愿我们没选错。你找孤单的英雄，退下吧，这边没你的事。你说卧金，东西快拿过来。天哪，在哪里？沃金的灵魂跑到哪儿去了？天哪，怎么可能？老大一定会不高兴的。老博王萨姆蒂很久没有弄丢灵魂了，真是糟透了。你好啊，你是来交易的吗？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。希望国王萨姆蒂总是在看到你之前先看到你的敌人。森金之子沃金啊，请聆听你朋友与家人的声音，他们想知道你在哪里。我听见了。安静。绝望，好绝望！有好多无人指引的王者，好多需要伸张正义的王者，苦海却夺走他们的希望。沃金，你听得见的话，请你现身吧。
愿灵魂与你同在。愿灵魂与你同在。告诉他们，赞达拉的领袖举起武器，让他们知道神会保护这片土地，让他们安心。可是那不是我的功劳。你违背你父王的意思，把勇士带到这里来，其他人还浑然不知，你就察觉了古汉的秘密。当人民需要领袖的时候，你付诸行动。此刻你的人民非常需要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。举起你的武器，这是人民需要的象征。看哪，这是古汉的鲜血，沙德拉、希尔雷克、托加，还有瑞赞的死亡，都跟他脱不了关系。我们无数的兄弟姐妹，也因为他的暴行而丧失性命。让这柄长刃时时提醒我们，不管倒下多少次，不管被击败多少次，我们都是赞达拉。我们会适应，找出生存的方法。幸好有我身边这位部落英雄，要不然我们的损失会更加惨重。这正是赞达拉必须适应、进化、再度回归这个世界的铁证。永垂不朽！灵魂从未歇息。